辟谷啊。辟谷啊。这个字是什么吗？就不吃饭。啊，我是不吃。如果就这样不吃，会不会饿出毛病呢？或者是有实在是饿得吃不了？嗯。你听过一个弃竹不思食吗？嗯，你不是吃了东西以后，你吸收了它的营养是吧？吸收了它的能量，然后剩下的排了吧，是吧？大部分都排了吧，剩下的吸收而已。我们可以直接从宇宙中摄取的，这是看你直接把自己，你要定义成你是个这儿有个胃袋子，你很难的。你把自己定义成什么很重要？你说我定义成眼耳鼻舌身，我定义成心肝脾肺肾，我肚子里。你说我是个光柱能量团，你直接从宇宙中摄取就可以了吧？这个定义也是蛮重要，但是你不是无形无相的吗？定义成佛吗？佛你不知道佛是什么是吧？佛说一切，你说那你定义成个水桶，那不是说佛一切相，那不那都装很多东西啊？那你说定义成个什么？定义成佛就是我跟佛啥事儿也没有，然后每天都见啥事儿都特开心。你先开心了再说。你要真的见啥事儿都特开心的话，我觉得你不会饿的。你不消耗知道吗？饿是可以不饿，可以不吃。可以，我开个玩笑。辟谷呢，首先要喝水。你要是说还没有说，你一定要，就是每天大量的喝水。比如一天辟谷的话，如果一天最少喝着两三瓶，如果你饿的话，就拿水补充。水呢，就是大口和小口的咽，就是小口喝，就是。含在嘴里就是不要太凉水，但是不要喝热开水啊。如果长时间辟谷的话，不要喝开水，然后喝就是那纯净水或者矿泉水，然后喝在嘴里，慢慢的一点点，一定要你觉得咽到胃里边。平时我们吃饭都哈，就是那个喝一口水含在嘴里，一点一点咽下去，就大口喝，哪怕一大口分三口，慢慢一点一点往下咽，咽，然后能量几乎会补充的，但是还有就是你的身体太虚弱的时候，我不建议你修辟谷这个事，因为辟谷不睡觉，就是不吃饭不睡觉，这是挑战人力的本能极限嘛。所以如果你比较来例假或者是身体很虚弱的这一块，就是这一段特别饿，我就不建议。但是呢，对修行来讲，其实辟谷是人家修行到弃足不思食的时候自然产生的。古时候就很多修到一定时候，他自然的就不吃了，而且闻到那个饭的气味他都想吐，因为气足了，一点不想吃，他转化不了，气足没有转化着光啊能量，这个没有产生内丹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我又说到道家，就是他没有转化成光的时候，他气能量很足的，他不想吃东西的，但是会一段时间他是自然产生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是想通过辟谷，就是不是自然就没有达到那个自然产生，就是想这样呢，你就得喝点水补充一些，或者吃点水果也是可以的，就不要吃五谷杂粮就行。老师，我辟谷的时候，你可以就是闻到啊，确实是不想吃。然后但是到第五天的时候，就头发掉了很多，掉了特别多的头发。然后到其实我自己设定是辟谷七天。其实到第七天我不吃也是可以的。但是一看到掉了，连续掉了那么多头发，我就开始喝一些蔬菜汤。我是不吃水果也不吃饭的，就是靠气靠阳光这种的。但是。从此以后我的头发就特别的稀薄，就一直掉了三五个月。有气血不足，营养不足，那个还是有点负责。我建议你，如果真的很饿，真的身体不行的话，就不现在不要辟谷，不要修这些法。我也是。但如果你说大家集体共修的辟谷闭关，我觉得可以参与。就是他不长嘛，就是一个人在家的话，我觉得也没必要，除非你修正你自己体验过，觉得没问题。其实就是不吃饭，就其实很简单的，福气辟谷，还有的说是通过能量的吸气，但是这个也有的人起作用，有的晒太阳，适当的说站在那儿去，适当的运动，适当的说不吃。修正到一定程度的人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，可以吃可以不吃，只要你有定力有功夫，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。根本对饮食、睡眠，或者是有些对本能，他一直破本能的分别之中，对本能的东西都觉得这已经不是个什么事了。这个时候就说他的心理障碍已经去掉了，他就觉得这是个极限，因为心无分别，四大皆空嘛，他就觉得这个吃饭睡觉这件事可以，他不是在挑战自我了。他是进入无我的，他的系统已经改变了，
就心里一点障碍也没有，对不吃不睡这个事情，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出问题。你可以中间喝点牛质啊，也可以实在不行我就喝点水啊，喝点牛质啊，甚至补充点牛奶啊，或者比那继续然后继续闭啊，中间太饿的时候就补充一点嘛。比如你闭食有时候21天啊，你中间突然很饿，或者是那个时候突然身体出现一些，你可以低血糖，或者你可以先补充，哎，补充这样的慢慢补充点牛质啊，是你说的菜汤啊，或者哎我觉得缓和过来我继续闭啊，一样的。嗯，也不见得对你身体，就但是辟谷这个事情看你为啥辟谷，你要减肥或者是做啥，你要是为了修道的话，我不知道你这个辟谷的修道有的时候是要打开一些脉络啊气脉，还有一个净化肠道啊，净化这个都是配合课程的。嗯，有辟黑关啊或者什么，它配合课程的。你要再加一个人折腾，你又没修禅定，又没有理论，心性上对吃饭这个还很在意的话，你就有意义吗？有没有必要？但是不吃东西呢，3天5天的不吃呢，7天可以净化一下肠道啊，净化一些胃部，这样是可以。那看自己的身体状态。嗯，你要尝试避，就是就喝点水，吃点水果也是，我觉得是蛮好的。如果在红尘里边，你还要做事。嗯，还有你定力很好的时候，随便。Thank you.